有人说，第一次喜欢上的那个人会影响你一辈子。我是今年的新生代表，一年 A 班江直树。那一年我遇上了喜欢一辈子的人。所有你觉得不可能的事，都只是还在等待被人完成的那一天。距离我们相遇还有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江直树，我是 F 班的袁湘琴，我喜欢你。袁湘琴，你在干嘛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